北市有一个国小女童，两个月之内多次到邻居家去偷钻戒、偷金饰带回家。她的父母亲竟然相信是女儿捡到的，拿去了变卖现金将近37万元。高院认为，即使财物是捡来的，女童也触犯了侵占遗物罪，但是她未满14岁不罚。不过她的父母亲因为收了赃物，各遭到判有罪。考量父母呢是已经赔偿邻居80万元，取得和解了，给予两人缓刑4年的机会，全案定谳。